那这个人呢，穿黑衣服男的。到那一刻看发热门诊，开药没药。然后下来发脾气。然后下来就退款发脾气。武汉人。你看到没有？武汉人在咳嗽，看到没有？高烧39度，4天。故意咳嗽。然后还说我们医院没药，开个什么医院？